又到了我们的开心时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您问钱答，其实还是请问钱答，不过玉琴今天请假，她陪女儿去亲子游了，所以由我一个人来担纲啊。但是很多观众朋友的满满的祝福我收到了，心里面感觉到很温暖，谢谢各位还记得我小弟啊，或是老头子啊都可以的生日。其实我不太过生日，因为玉琴之前也有问过我说，哎，生日要怎么过，我就有跟他说我不太过生日，我自己基本上是不过生日的。当然孩子有时候他们要请个吃个饭我都很开心，因为跟孩子一起吃饭聚餐我都蛮开心的。不过他们要送礼物我就会跟他们说不要送，真的不要送，因为爸爸的物质欲望很低，所以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送。那玉琴知道了我对于生日的一个态度，那因为学校也快要开学了，女儿的学校快要开学了，九月份就要开学，那孩子越来越大，能够跟孩子这样子一块旅游一块相聚的时间跟机会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些亲子的聚会啊，亲子游这个格外的珍贵。那当然我也很开心啊，他跟孩子啊到异地啊到外地去走一走啊，这个散散心都是很愉快的事。不过满满的祝福，他也一直每天都留意啊，每天都盯着啊，也很开心。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哎，我现在看到五九四成，谢谢您您的祝福，因为您的留言我没有看到，是不是我们的小编把留言让我看一下下往下拉一点点下来啊。好的，无论如何感谢您啊。好，我们先马上言归正传啊。哦对，替不方便抖内的三位粉丝哦 Connie Yu 高聪聪明日啊抖内向啊，他们请老师啊吃雪糕，谢谢，夏日炎炎吃雪糕。好的，感谢，谢谢你。好，我们来谈一下美国的策略是不是缓兵之计，因为从7月31号哈尼亚被杀，这个是大事。哈尼亚被杀这件大事，伊朗这个最高的政治宗教领袖他已经强调了他一定要反击。伊朗跟以往做法不一样，过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高调，那我们把它看成是很高度的克制，就是避免战事升高，所以即使他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也就是派到伊拉克的这个指挥官苏莱曼尼被杀，他们忍下来了，到了他们的军官到叙利亚被杀，他们也忍下来了，这种高度的克制就是不愿意事态外溢扩大，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被以色列跟美国解读成为软弱或者纸老虎，那这一次直接违反国家主权，沙特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大陆也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直接违反了国家主权，然后去杀害一个伊朗所邀请来的客人叫做哈尼亚，那他们没办法忍耐了，所以他们的态度很激烈也很强烈，就是一定要反击，实施所谓的自卫反击权。那这一次跟以往不同，这一次声音没那么大了，反而让美国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美国担心伊朗跟以色列开战发生战争，而不只是军事冲突，是战争。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军事冲突，例如说伊朗打过去了用导弹或是用无人机，然后打到以色列，以色列有伤亡，所以以色列就一定会反击，那以色列一反击伊朗一定会有伤亡，伊朗就第二波的在攻击，然后以色列再攻击，所以就不断的这个往上，我们叫做战争螺旋或是军事冲突的这个螺旋就一直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越打越全面，最后就爆发了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一旦爆发战争，那很多国家就必须要选边站了，当然有些国家它会保持中立，可是有很多国家会选边了，例如说在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可能就直接由北往南攻，在东北侧的叙利亚或是伊拉克可能就由东北往这个西南攻，然后胡塞组织可能就采用这种对红海或是从胡塞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打法，那伊朗就卯足全力打了。在这个情形下，美国一定被迫要卷入这场战争，被迫。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它可采用的方式有一种是绝对不可能采用，哪一种呢？投入地面部队。那如果一旦不能投入地面部队，它就势必采用海军跟空军的一个攻击。那如果采用海军跟空军的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可以封锁这个海峡，一旦封锁海峡，全世界的能源的进出的管道就大受影响，那我们看到局势就越来越恶化了。红海的胡塞攻击的越来越猛，伊朗控制了阿拉伯海，这两个海峡被控制以后，中东地区很多国家他们从原来的中立观望，他们势必慢慢的有些会被卷入这场战火。例如说，原本约旦希望能保持跟以色列友善关系以及跟伊朗不要得罪的关系，他也可能被迫要选边，一旦选边，他们很难选以色列，那沙特也不在话下。在这个情形，整个战争万一了，那美国一旦攻击了伊朗的本土，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航母在这个地区，还有美国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一定也会遭受到攻击。就在这个时候，北约要不要启动？还有就是这个土耳其的态度，因为土耳其是穆斯林，那么他是兄弟会主政的一个，他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看到整个局势都开始外溢，所以这么坏的一个状况，绝对不是美国想见到的，美国一点都不想见到。我相信这点我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推断，美国不希望以色列跟伊朗变成一个战争。美国怎么办？美国怎么拆这个引线？所以美国拆这个引线的办法，那就是拖延战术。所谓的拖延战术，也就是说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停火作为一个引子。所以我们看到从8月14号到15号这两天，他们密集的在开会，美国的代表、埃及、卡达、以色列后来也有派代表出去了，所以是4位，哈马斯不太代表，但是哈马斯他在黎巴嫩等待消息，所以他们在这个卡达多哈的谈判，这些讯息会送到黎巴嫩的这个哈马斯的代表手中，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了这样的一种4+1的一个会谈。这个会谈对于哈马斯来讲，他认为你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那美国认为说，那我就以拜登的主张跟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基准点来进行谈判。第一个就是人质跟换囚，也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囚徒，也就是被以色列拘禁的这些人，那么是不是跟人质来做交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永久停火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加沙的重建，让灾民能够回去，这样的一个三个方案。那当然，对于哈马斯来讲，他的主张是以色列的全军全部要撤离加沙地区，一个兵都不能留。以色列拒绝，以色列认为他不但要把兵派在，也就是武力要在加沙地区，而且呢，他另外提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新的，也就是要在于以色列，也就是加沙跟埃及的边界，以色列要派兵去驻守，要切断这个哈马斯加沙地区跟埃及之间的连通。那我们看到僵局就在这个地方，所以14、15没有谈成，那么就延后了一天，16号，16号就是星期五，那星期五就是我们的下午时间了，也就是昨天我生日的那一天的下午时间，他们就一直谈到晚上。那有了一个联合声明出来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有了初步的一个共识，有了初步的共识，但是哈马斯是不同意的，伊朗到目前为止没有表现出态度来，但是看起来伊朗还在准备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美国一方面盯着伊朗会不会产生攻击，二方面在看着真主党啊，就黎巴嫩的真主党会不会啊不管不考虑伊朗的意见直接攻击。过去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会直接攻击，但是这一次黎巴嫩的真主党他已经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会跟伊朗密切的协商，换言之也就是说要在伊朗的一盘局里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动。好，那这样的话就从14、15已经延到16号了。接着我们就看到布林肯宣布他19号会到中东地区来。19号，观众朋友，这是什么意思？19号到中东地区，那也就是要伊朗你再等待一下，所以17不要打，18不要打，我19号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也不要打，那是不是又拖了3-4天过去了？所以哈马斯他认为说你这个是缓兵之计，但是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已经在发生了。为什么？在今天以色列他就宣布，他说他们在加沙地区对于哈马斯大部分都已经被歼灭了，所以哈马斯只剩下微弱的力量。那放出这样的一个讯号就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一鼓作气全歼，另外一个就是反正你的力量已经被打散了，你已经不成气候了，所以以色列可以停战了，可以换球了，可以换湖了，然后呢可以换球，可以换人质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中，以色列是不是也在释放出一个讯息，说似乎他也是可以谈判的，似乎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停火的一个协议。这样的情形就让伊朗稍安勿动，稍安勿躁，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那就等布林肯19号20号到以色列。布林肯到以色列，你伊朗总不好去动手打吧，因为布林肯现在在以色列啊。那一个美国的国务卿到了以色列被打，那出了问题谁负责啊？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战火又往后延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他的这个缓兵之计看起来产生效果了。那对于以色列来说，他的时间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前面讲的暑假快结束了，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往下旬走了。九月份大学生都陆陆续续回校园了，欧美的大学生回到校园的时候，那这一些加沙地区已经有40000多人被杀的这个惨状在校园重新被挑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让常春藤的很多大学校长他们已经下台一鞠躬了。那未来在学潮学运然后又开始演变出来的时候，那请问一下在美国的选举该怎么办？因为很多的选民一定会要贺锦丽，你要表态，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对以色列对犹太人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对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你对于中东地区的和解你的态度是什么？贺锦丽不能够采用迷糊那个模糊战略，采用避开啊这样的一个啊议题，他可能回避不了。所以我们看到局势时间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美国采用的策略就是越来越拖延，拖到一个程度以后，那么看起来好像要谈了，而且可能谈成了，加沙地区可能永久停火了，以色列也利用在这一段的时间内强化他在这个加沙地区南加斯拉地区的军事行动。你看这几天打得特别猛烈，而且打得特别没有忌惮，而且杀得更杀红眼，平民百姓死伤的越重。因为国际间你看欧美的媒体在报道方面淡化处理，学生没有回来，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在抢这个时间，如果抢到20号21左右他把哈马斯杀得差不多了以后，当然他无差别的杀的时候也包括了
更多的无辜的百姓都被杀了情形下，那欧美的国家他们的政治领袖就睁眼闭眼视若无睹，好像都没有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谁只要反对以色列，你就是反犹太主义者，你就是违法，你要受处分，只要玩这一招就好了。那这样的情形下就让很多人就不敢表达意见，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不可以反犹太主义，但是可以反穆斯林，可以反伊斯兰教啊，可以反这个其他的印度教，哎，但是就是不能反犹太人，这也很特别啊。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了再过几天，所以以色列就争取了这么黄金的时间，对于哈马斯在进行更猛烈的攻击。那等到这几天过后，哈马斯的元气大伤，以色列就可以大拉拉的宣布愿意止战和谈，他的目标完成了，美国的目标也完成了，然后对于伊朗来讲也失去了反击的正当性了，因为加沙地区要停火，加沙要重建，那哈尼亚成为烈士，因他的死换来加沙地区的停火和平，这样的一个情形，伊朗失去了动手的一个力量，伊朗也只能够比照苏莱曼尼或者是他的指挥官在叙利亚被杀的模式，那么象征性的攻击一下以色列，打了几十上百枚的导弹都被以色列拦下来，这个事就算翻篇了，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没有发生，中东地区没有爆发更大的动荡不安，油价没有上涨，金价没有上涨，那物价也就不会再继续上涨，经济也就不会雪上加霜，整个世界的经济不会每况愈下，这样的情形大家都逃过一劫。您看看是不是美国采用的这种拖延的战略，在呼应支援以色列，强化他在南加沙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很有趣吧？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议题。有观众朋友问到北溪二号线，因为北溪二号线突然间又被炒起来了，它本来是发生在2022年的九月，当时美国跟乌克兰，特别是美国，第一时间就指控是俄国干的，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不合逻辑啊，因为北溪二号线它有一个前世今生啊，原来是北溪一号线。北溪一号线北溪嘛，所以是走海边的，那既然是走海上的，就是没有经过乌克兰，那也就是说当有北溪一号线的时候啊，当时大家都很明确的发现不够用，因为整个要尽量走节能减碳，所以天然气是在火力发电里面相对来讲是干净的，相对哦，在火力发电里面比煤还要干净一点，所以俄罗斯的天然气走这个管线它的价钱比较便宜，因为你把它把天然气先压缩成为液态，然后用 LNG 船运到港口，卸下来以后要让它还原成为气态啊，这样的一来一回，然后再加上轮船的这个货运，它本身的成本就升高了，所以有这个管线它的成本就下降，而且安全稳定，但是不够，不够的情形下，德国拉了法国等欧洲五个国家跟俄国说，那我们就组建北溪二号线的公司，那总部当时是设在瑞士，双方各出资45亿美元，45亿，所以总共是90亿美元的资金，这条管线就一直建了，建到最后一里路，快到德国了，快到了，因为它的终端是在德国，再由德国分配到这个法国、荷兰等相关的国家，所以已经快到德国了。最后一里路，乌克兰跳起来叫了，乌克兰说如果你让北溪二号线盖完的话，那俄国他经由乌克兰的天然气管线他们就不再需要了，换言之也就是说
对于中欧跟西欧的需求就不需要从这个乌克兰走了，而是从北溪一号二号能够完全满足。这样的情形，乌克兰第一个过路费他少赚了好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这个钱对乌克兰的财政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他没办法卡油了，因为过去在走这条管线的时候，乌克兰有偷油，俄罗斯很多次的说我输送过去的油跟到终端接到的油不一致，而且有减少，所以他们过去就一直指控乌克兰偷油。那一方面要付过路费，二方面乌克兰偷油，然后三方面只要俄乌关系紧张，欧洲就断供，所以欧洲的天然气不稳定，他们也很不喜欢，所以他们要走一条稳定的天然气。那因此北溪二号线是受到欧洲、中欧、西欧跟俄国的欢迎，但是东欧、南欧跟乌克兰还有美国是强烈的反对，强烈反对无效，已经快盖到最后的一里路，美国使出杀手锏了，修理他的盟国。他就警告说，谁在帮北溪二号线公司铺设这个管道，他就制裁谁。那当时全世界最能够铺设管道而他们委托他的就是瑞士的公司，瑞士一看被吓到了，瑞士就违反了合约，然后就抽手了。他说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不是我的错，是美国的压迫，所以瑞士撤回来了。撤回来了以后，那欧洲、德国他们没有这个技术，俄国说我有，我有这个技术，但是我的技术能力比瑞士差很多，所以我的需要时间比较长。俄国就自己，他自己把它盖起来，这花了不少的时间，最后完成了。一旦完成了以后，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后九月他就被炸了，被炸了，那当然损失的是俄国跟欧洲，而且也使欧洲能够获得这些便宜的稳定的能源就终结了。因为他炸一号线跟二号线，为什么？因为二号线是贴着一号线走的，这样比较快比较方便，那就被炸掉了。炸掉以后欧洲就受到重大的损伤，所以当美国指责俄罗斯的时候，国际间都认为不可能，俄国不会干这种事，也没有理由。好，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德国证明了不是俄国人干的。那《华尔街日报》解漏一个讯息，说德国去通缉啊这个乌克兰人，说是潜水教练，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原本在波兰，然后德国要求波兰把他们逮捕，那么递解到德国，而德国要求欧盟要通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跑回乌克兰。可是大家怀疑啊，怎么可能两个潜水教练就能够干这种事？水潜水的能力有，但是水中爆破这可是需要训练的，所以一定有军事人员的协助跟支援，而且还有掩护的人员，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没有多久，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是泽连斯基知道，他有跟美国说，美国拜登反对，所以泽连斯基最后就取消了这个决定，但是他的总司令啊抗命继续执行这个任务，而他的总司令现在是被泽连斯基解职，派到英国当大使。如果华尔街的这个指控属实的话，那德国应该是要求啊这个乌克兰把这一位大使遣送到德国，要配合调查，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而德国本身还支援乌克兰跟俄罗斯交战，德国当然可以要求乌克兰说，既然你泽连斯基不知情，你就应该把你的人遣送到我德国来接受协助调查，这才是合理啊。但是怎么会就没下文了呢？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高度的怀疑，也就是华尔街日报在帮拜登帮泽连斯基脱罪，然后把这个罪栽赃到这个跟泽连斯基不和而在乌克兰享有高声望的这个前总司令身上。所以我们感觉到
说这里面还有太多的猫腻，所以法国的政治人物他们就站出来讲话了。他们说美国跟相关的国家，就是乌克兰，从来对北溪二号线没有说过一个诚实话，全部都是谎话，谎话连篇。他们要把谎话扯到什么时候？一个对欧洲的经济造成如此重大影响，因为当北溪二号线被炸，一号线也没的时候，欧洲缺能源了，欧洲的能源都要从 LNG 船进来，或是从乌克兰这边进来，就造成他们的能源的价格节节飙升，也造成整个欧洲的经济物价，尤其物价是节节的飙升，经济一直往下落，竞争力越来越差，现在欧洲人日子过得很苦，跟北溪二号线一号线被炸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法国的政客他们要求要追究责任，德国的政党的领袖也站出来了，说乌克兰必须要赔偿在北溪一号线二号线被炸的本身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跟德国的整个因为一号二号线被炸之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乌克兰不赔偿的话，那德国要停止提供给乌克兰任何援助。现在要看的是德国政府如何接招，因为这是在野党提的意见。我们看到北溪二号线的旧闻重新被炒出来，其实它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因为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一般人还是认为跟美国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跟拜登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这两个国家最强烈反对的，但是至少他已经做了一件事，就是证实不是俄国人干的，这是唯一的贡献，就是证实不是俄国人干的。好，来，泰国的新总理是华人，他的父亲塔信也是华人啊，一般来说估计应该是客家人，他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是靠的他的勤劳认真，而且他在应该是读公安大学啊，过去是警察警官学校啊毕业的，那他后来从事电子通信业然后发家了，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是贫苦出身的，是农村的子弟，所以他对于泰国的北部的农民非常照顾，因此他的红三军在北部就为他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泰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北部是农业为主，通常是比较贫穷落后，南部是商业工业啊，但是更南的时候有很多的穆斯林，所以大概就分成北部、南部跟极南啊。那南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首都曼谷这个地方，黄衫军是主要的力量。啊，黄衫军的派系也很复杂，他们有的跟军队的关系很深，而泰国有很强烈的政变的历史。泰国应该是全世界发动政变最多的国家之一。第二个，泰国的政变流血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很低。第三个，那主要是因为泰国的过去的啊国王泰皇，他有很高的影响力。泰皇他过去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他并不是嫡长子，但是由于他的哥哥过世了，所以他从法国被临时召回来，然后他就任泰国的皇帝，他勤政爱民。由于他的勤政爱民，所以他深获泰国人的尊崇。由于泰国人尊崇他的皇帝啊，他们的泰皇，所以当泰国每一次有政变的时候，那泰皇的态度跟立场就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泰国的政变频繁，但是流血爆发激烈冲突的并不多，这个跟泰国的这个民情是有一些关系的啊。一般来讲泰国人是比较温和啊，比较和善，然后当然也会生气，也会有动作，可是你如果没有逼得他到最后的阶段，他基本上来讲不会过度的残忍，不会像欧美的这些
军队或是政府他们那么的残酷，那么的残忍，他们比他不会。好，那我们看到塔信后来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势力也越来越大，最后他的政党啊成为执政党，所以他就是总理了，因为他们是内阁制。他是总理了以后，那据说这是传说，太皇跟军方就感受到威胁了，因此对于他就有忌惮，有顾忌。最后他是被政变推翻，他逃到海外去，在海外流亡了15年，在去年8月的时候又回到泰国，在监狱短暂的待了以后被放出来。那当塔信流亡在海外的时候，他的妹妹继承了他的哥哥，他的妹妹也当选了总理，然后最后也被政变被推翻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他的女儿，但是塔信已经回到泰国了，那他的女儿在这一次啊高票的而且是绝对多数的压迫性的压倒性的胜利取得了这个执政党，因为他联合的政党都一致拥戴他，所以他成为泰国最年轻，才39岁，从政经历并不丰富，但是也是啊跟他姑姑一样，就是第二位女性，那最年轻的女性担任泰国的总理。他上来了以后，他就信誓旦旦地谈到了一件事情，解决泰国的经济是他的首要之务，第二个促进观光旅游，第三个让泰国的农产品能够啊销售到更海外去，这是他要解决经济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所有的分析家都说了一件事，说中国躺的都会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整个政策能够协助泰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发展，因为你的经济要发展好，你的基础建设就必须要发展好，然后你的农产品要能够卖得出去，那农产品你要卖得出去又有竞争力，你就必须要有更有竞争力的交通运输管道，要不就是缩短时间成本，要不是缩短运输成本。那刚好中老铁路是畅通的，所以现在泰国走的一条线是经由中老铁路把它的榴莲啊等这些农产品进入中国的境内。那另外它的观光旅游，中国大陆的观光客进入泰国是最方便的。泰国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它国内的治安，保护观光客的安全。如果它能够让观光客很安全，观光客就会有信心到你的国家来旅游来消费，然后你的农产品源源不绝的上去，你的基础建设不断的在发展，然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进入你泰国，帮你把一些工业园区都建立起来，这是对中国好，对泰国也好。我们也看到泰国目前来讲也在强化它跟中国的军事合作，从过去柴油动力潜舰，因为发动机当初招标的时候，那泰国要的是德国的发动机，后来德国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抵制制裁，所以不把发动机卖给中国，那这样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标书，所以就流标了。最后我们经过几番折腾，中国向泰国证明中国自己做的柴油动力潜舰的发动机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严格上来讲跟德国的发动机不差，事实上应该是并驾齐驱，所以泰国的军方经过不断的测试之后，他们也都信任了，因此这个订单就下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谈到这个潜舰？因为潜舰是战略武器，那潜舰的寿命有30-40年甚至到50年，那在这段时间的维修、后勤补给、战术，那么甚至它的作战都跟中国大陆会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两军之间的合作交流会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看到在泰国来说，它一方面维持跟美国友好的关系，可是它顶住美国的压力，也跟中国大陆建立起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它两边都交好，美国要泰国选边站，中国不需要泰国选边站，
那泰国不选边站就等于是符合中国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泰国的新的总理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他基本上会维持跟中国非常友好的关系，不会翻来覆去，不会像这个菲律宾小马可斯那样，这个事情应该不会发生。所以我们也留意到欧美的智库他们的评估也都认为，泰国虽然变天了，但是美国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中国他们说躺的都赢了。那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而美国的发展是我好你不好，那当然我好你不好，那你不好的情形就走不下去了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理解啊。那我们当然一定会有泰国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泰国的朋友，你们也可以留言让我们了解啊这个情况。好，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呢？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哦，老刘，你问那个疫情啊，疫情去香港啊，因为女儿没有去过香港，所以啊陪香港陪女儿到香港走一走啊。来，大王最近有点烦OK， 孟加拉的政变，孟加拉的政变确实是跟美国有关系啊，但是孟加拉的总理现在在印度，他宣布他一定会回到孟加拉，可是孟加拉的总理不在孟加拉，他的政府瓦解了，可是孟加拉到今天为止都还在内乱中。当政府顾问的，也就是未来要组建一个政府的，从法国动一个小手术赶回孟加拉，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把孟加拉的整个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把它建立起来，目前还没有办法，所以孟加拉还会乱一阵子，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前总理他们的家族啊。柬埔寨运河应该观众朋友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越南当然很不开心，但是也无可奈何。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柬埔寨的这条运河啊，从金边啊开始往南走，它占整个柬埔寨的货物进出三分之一，就是33%，那很高哦。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内陆运河。那这条河域啊，可以作为这个河上运输用的。它在终端的时候，并不是流进这个柬埔寨的境内的港口，它是转弯了，也就是这样子走的时候往右转了，然后经过这个越南。那越南有的时候因为他认为柬埔寨没有配合他的行动，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关掉这条运河的出口，有的时候他就会增加费用，所以造成柬埔寨很大的困扰。因为柬埔寨有很多的货物，尤其是北部的农产品，因为您都知道走船运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很多北部的农产品往南运的时候走这个河流，然后结果要从越南这边出海，要不就是被卡断堆积在那个地方，农产品不能堆积啊，一堆积就坏啊，然后有些货物又进不来，要不就是要付更高的过路费，所以这对柬埔寨来讲苦不堪言，而一直没有人能够帮他解决。那中国大陆可以帮他解决了，中国大陆现在帮他把这条运河，那么当然它的河流还是有经过越南啊，但是把它开通另外一条运河，就是直接经由这个柬埔寨的港口，而且是深水港，直接经由柬埔寨的港口，所以就可以出去了。那这个运河预计在2028年，也就是现在是2024，四年内完成，花了大概17亿美元左右吧。那这条运河就要开通了，四年内，所以中国大陆早就
开始把地质地貌都规划了，工程施工的路径图也都规划了，招工也尽量以当地的工人为主，然后工程师机械设备当然是中国运过来的，因为这种大型的基建还有工程师当然是由中国来设计规划。那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这是国家之大事，因为从此以后柬埔寨就不用再养越南人鼻息了，而他的如果疏浚的更好的情形下，它的货物的运输量还有这个靠港码头更加的便捷的话，它的运输量更大更加的便捷，未来会成为柬埔寨国内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各位，而且还可以发展成为观光要道，所以它未来的功能会很强大，很多人会到柬埔寨去玩的时候顺便就去游运河。那各位想想，交通运河、运输运河、观光旅游运河，你想想看一河有多功能，这个对于柬埔寨来讲真的是头等的大事，那也就中国大陆能够帮他做到，所以中柬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好。那当然中国帮你做也不是说送给你，而是由中国来开发来经营，因为中国大陆对港口的营运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那这样的话也会对于这些国家，也会对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国家，还有对中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为什么？因为那都是用国家主权在信来做这个担保，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好，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条运河会走得很顺。好，这样子不知道观众朋友您还没有什么意见呢？这样了解了哈。好，我们再来谈一下。对，一共就100多公里的河，简单的其实那是您站在中国的立场，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国的基建能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坦白说这些科学家、这些教授、这些工程师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中国比较。我举个例子，我这次到新疆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条名字我忘了，好高啊，5年内盖成一条高速公路，哇，这真的是我想都不敢想。我们在台湾盖一条机场的一个捷运，从台北连通到机场，盖了23年，23公里。各位观众朋友，1年1公里，这个您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啊。好，来，哦，新疆在养殖海鲜，哎，这点我很负责任的跟各位报告。我跟玉琴啊，我们到新疆，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夜市，应该是在八卦城吧，好像是八卦城，然后到他们的夜市，刚好有个摊位，就是入口的地方有个摊位，这个摊位有2位啊，一位是他的同学来帮忙，另外一位是老板，很年轻，他自己当小老板，然后他就卖这个鲑鱼生鱼片，就是新疆自己的养殖生鱼片鲑鱼，甜啊，鲜啊，好吃啊。我们吃很多鲑鱼啊，就是我在台湾吃，在日本，然后在欧洲，我们吃了好多鲑鱼啊，在美国，但是新疆的鲑鱼真是甜美啊，鲜啊，好吃啊，新疆不得了啊，什么都做得出来，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哦，对，名字，对，我有吃新疆的三文鱼，我们叫鲑鱼啊，就三文鱼，真的是好吃啊，非常好吃，太好了。好，美国的政治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政治啊。为什么说美国的政治是很有趣的一个政治？一个月前，拜登还没有宣布要退选之前，观众朋友，您知道贺锦丽在美国的媒体，包括民主党的媒体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智库等等，对于美国的副总统进行评价的时候，贺锦丽是敬陪末座，他们说史上最烂的副总统，史上最烂的副总统。史上怎么样最烂的副总统，就是大家在问说你这3年半你干了什么事，讲不出来，这3年半你完成了什么计划，说不出来。然后拜登请你去处理一下南美的移民问题，你都处理的一团糟。
然后到菲律宾、到越南都搞了一堆笑话，所以你外交也不行，然后内政你也不行，你完全没有办法帮拜登分担任何工作，所以你这三年半等于是一事无成，因此他们给他评鉴是史上最烂的副总统，这就是贺锦丽。各位，当拜登不选了，贺锦丽一翻身变成是美国的救世主，这个很奇特吧？你看美国的媒体一片把他贺锦丽造神了，《纽约时报》开始把贺锦丽造神，好像就是唯有贺锦丽才能救美国，唯有贺锦丽才能力挽狂澜，唯有贺锦丽才能够啊让即将倾倒的美国再也不会倾倒，而让美国能够屹立不摇，坚强无比。过去一直在嘲笑他的这种大笑，掩盖他自己讲不出来无知无事无能的一种大笑狂笑，当时都把他剪成为一个大笑话，说你看这个人只会傻笑狂笑，然后后来分析的结果说，当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拼命的笑，用笑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用笑来掩盖他的无知，用笑来掩盖他的无能的尴尬，所以他的笑被当成笑话，一片的大笑话，几乎网络都在流传他的笑，哇，剪成各种各样的特效，笑得一塌糊涂，笑得有过虚伪，有过造作，笑得有过突兀。可是结果他成为民主党毫无悬念的，因为即将民主党要举行大会了，他一定会被推出来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笑竟然是真诚的笑，开怀的笑，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然后充满了未来的笑。各位，从那样的笑到这样的笑，都是同一个人，都同样的笑，同一个媒体竟然写成两个不一样的，佩不佩服？佩不佩服美国的媒体？佩服了吧？尊敬了吧？美国的主流媒体哦，而且都是大媒体哦，而且都是影响国际的，因为很多国家的新闻都是抄美国的，翻译美国的新闻来的。你看看，可以这样翻，然后他们一样照翻，然后到他们的自己的内部里面，就把贺锦丽也吹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救世主。好，现在他的民调支持度在不断的吹捧之后，他的民调支持度超过了特朗普，然后在摇摆州中，七个州、六个州赢了特朗普，就一个州打成平手，连宾州都拉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慌了、乱了，特朗普面对贺锦丽，他的打法有点混乱，特朗普开始埋怨他的这个范斯不行，范斯对他没有加分，只有减分。那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说不定范斯会走拜登的模式，说我不选了，然后让整个媒体的焦点重新转到特朗普的副手身上。所以现在有人开始在帮特朗普的副手重新点名了，有人说是美国前驻联合国的大使海利，有人说会不会是特朗普的叛徒潘斯，因为他能够化解当初攻占国会的时候潘斯的立场是反对特朗普的，可不可以化解缓解这个态度。当然各种说法，有人说会不会是卢比欧啊，这位啊仇中反中的啊这位大将，所以各种点名都出来了。各位，你想，如果您是范斯，您会不会很尴尬？怎么我还在选？然后川普就一直埋怨说我没有给他加分，当初也是你叫我出来的，当初你自己过度自信，当初你认为拜登一定会选到底，你的这个政治判断发生错误，结果拜登原来承受不了压力，佩洛西就能够让拜登说好，算了，我不选了，然后你的判断错误，所以你认为你的一颗子弹在右耳上方，那么就可以碾压啊你的成为舆论的焦点，结果那个新闻炒了没几天就没了，没有人再关心他的耳朵了，川普的耳朵没有人再关心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关心了，好像这个事已经翻篇了，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哎，这个就是美国的选举哦，美国的选民也是金鱼脑，速度忘得很快，然后川普也一筹莫展，因为本来是一个英雄，哇，那个旗帜那个画面多漂亮啊，哦，就要继续战斗啊，然后后面一个旗子啊，然后这边都是血啊，然后要继续战斗啊，不得了啊，这个旗子，但是现在竟然又都没有了，都翻篇了，大家都忘了，现在都在注意贺锦丽，所以现在的媒体一面都在把贺锦丽唱高，好像贺锦丽就稳赢了，我比他保留，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选举很戏剧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变化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说真的范斯最后他说我不选了，那媒体的焦点一定又回过来这个特朗普他的副手是谁，那这个吸引力就转过来了，这个对贺锦丽就不理想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时间内，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觉，因为贺锦丽把整个奥巴马的竞选团队都延揽回来，由他们来操盘，在这段时间从贺锦丽上来到现在，他们扎了600多万美元用在6000多万美元用在新媒体，也就是自媒体这个上面，来去帮贺锦丽造势，把他所有的这些狂笑、虚伪的笑、烂笑，把它变成为阳光的笑，就扎了大概6000多万美元，而特朗普只花了600多万，所以特朗普还没有在新媒体这个部分发功，还没有在那个地方投资，因此情况还很难说。而如果他的焦点被转移掉以后，这个对贺锦丽就不见得会有利了。第二个，贺锦丽他还能够回避媒体的质问吗？那会不会有更多的媒体开始要问美国的政策，你的移民政策是怎么样，你的加税政策是怎么样，你的物价政策是怎么样？例如说贺锦丽最近又提出一个政策，说要盖300万套的房子，那其实大家要问贺锦丽一个问题，土地哪里来，钱哪里来，那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这300万套的房子是廉价抛售，那你会不会影响整个市场机制，你到底是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由政府做还是交由民间做，那么这个钱是人民的纳税钱，那为什么要去补贴，所以未来这些都有很大的问题，贺锦丽可能再也没办法回避记者对他的整个施政的一个质问、一个疑问，所以我相信现在奥巴马的团队是在争取时间，也就是尽量让贺锦丽不要接受媒体的专访，他的目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帮他拟定、收集各种媒体可能要问的问题，然后写出标准答案，要贺锦丽去背，要贺锦丽看着这个读稿机来念，因为大家都发现，贺锦丽如果有读稿机，讲得特别好；如果没有读稿机，他几乎都讲不到其他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他跟台湾过去有一位领导人一样，只能跟着读稿机来讲话，没有读稿机，他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讲话了，很特别哦。他没有办法讲出政策来，没有办法讲出他的理念，他只能读稿机。那一位在台湾是如此，女性的领导人，贺锦丽据说也是如此，拜登也是如此。拜登在这次的辩论中，因为没有读稿机，所以被特朗普杀得一塌糊涂，那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在很多国家里面，很多地方，他们都需要读稿机。这些政治人物没有读稿机，就没有办法过日子，很有趣啊。好，那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我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请观众朋友来。拜登主要是被年轻人看穿了哦，谢谢你，那个熊红华啊。高希利啊 ，Saron， 这个周末有通告吗？礼拜天有啊，因为我基本上周末不太上节目了，但是因为疫情，他这次去香港，所以
我一个人在家，那晚上就干脆去上个节目啊，因为过去我通常都会推掉啊。中国有大选吗？干嘛那么关心美国大选？每一个地方或是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为它是他们的人民的一个选择啊，或是他们的国家的一个选择。例如说像英国从来没有选出国家的直接由人民选出政府的领导人。我举个例子，您还记不记得这个特拉斯，英国的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这个特拉斯啊，他是英国最短命的首相。那由于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哪一个政党在国会啊居多数，哪一个政党的党魁他就担任这个首相，就是等于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了啊，他就掌握大权。那由于强森的绯闻缠身，压力太大，他辞职了，他下台了。那他一下台以后，那就谁来接他呢？就党内选举。可是英国的政党会去投票的都是年纪很大的白人为主，男生就是老白男。特拉斯就只要讨好满足这些人，少数几个人哦，几十万人就能够决定几千万人的命运，特拉斯就这样成为总的新首相。现在在日本也是，日本的岸田文雄他不选了，因为他们的自民党的总裁在今年的啊，就是下个月九月要改选，那他们的任期是三年一任，那岸田不选了，所以谁当自民党的总裁，谁就是日本的首相，严格上来就是日本总统了，权力最大了。那各位想想，目前呼声最高的是石破茂，他的支持度28左右，顶多29，在28上下顶多。那各位你想，他们很有可能其他的政党可能就10%几8%，可是他可以组合联合。在过去石破茂也是民调第一，但最后他落选了，因为他们进入第二轮的时候他就输了。而那只是在自民党，而自民党不代表一亿多人口，可是那么少的一个人他却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尊重，因为目前我们的这一套制度在几千年前在希腊的时候啊，希腊的哲学家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很早就说这套制度是有问题的制度，这套制度是充满了弊病的一个制度，这套制度没办法长久的走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走这套制度的国家每天要花很多钱来宣染说我们要巩固，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这套选举制度，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这套民主制度。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宣传，都在鼓吹，都在推。为什么？因为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这套制度走不下去，因为在古希腊时代里面就走不下去，后来人类几千年这套制度是走不下去。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柏拉图他提出责任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各位观众朋友要从政治思想史中，或者从政治史中，我们可以了解目前为什么这些国家每天要花很多精神来宣传。如果你的制度那么好，大家就会靠近来，可是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说我们要守住这个制度，我们要守住，那就是因为这套制度有问题嘛。因为这套制度在中山先生很早就已经告诉大家了，说这套制度的病就是会无能，这套制度的病就是会分赃，这套制度的病就是会贪污，而且他的贪污会变成政客的普遍性的贪渎。你看每一个国家都发生严重的贪渎，而且一般来讲还合法性的贪渎，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时间到了，谢谢各位的收看啊。由于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好朋友的董内都告诉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一一唱名。谢谢各位，您的心意我感受到了，感谢你们，我们下礼拜见。